你这都是一个虔诚的教徒，他连我都想吵架。我完全没有说起。他跟我讲说，如果有一天你被凝视死亡的时候，他会转过头来开始看看人生是什么。这是你跟我讲，你跟我说那个凝视死亡对你生命要错，为什么死心？现在有一天你被凝视死亡的时候，他可以转过头来开始看人生是什么。因为人最后会死掉，所以死亡不是根本的问题。所以人生是对过程嘛，在过程当中去找生命的意义。所以你想象这个道理，那事实的成功跟失败都是蛮重要的。因为不管成功失败，都是生命当中的事，都是你有立场在。所以我后来发现，不管是2049都是选题的，或者不是创造，就在那内心上。你要把失败从你心中忘掉，因为你在想象会失败的时候，你会走掉。你把失败忘掉，你就一个比较好。那为什么你会把失败忘掉？因为想说失败是生命当中的苦，你要不必失败，不可能成功。2017失败率没下降，这要跟大家推动一下。台湾这个社会，你拿年纪大的很多，拿出头的很少，这叫什么意思？你看那个失败的成功，马上要办保险，所以哦，你成功的时候朋友很多，所以是成功的时候是朋友认识，失败的时候是你认识朋友，你要知道谁是你的朋友，都好朋友，我们先讲，你失败的时候没有朋友，好朋友，所以失败是这样，我在办的时候，每天都是什么，咱出来那天我还蛮清楚的，来帮你分手，那你怎么办？邀请大家一起办。成功的大家都跑过，那失败大家跑过、啊。但是这样很好，难道因为这样你就不是技术？不用，该做就做，该做就做。所以失败率上来讲，我就是，哇，这个因为在座很多年轻人，我跟大家讲一个概念，你不要看失败率，表面上来讲成功，后来我才知道说我们失败率那干涉。那个痛苦是2000多件，因为失败总共要2000多件，每个人就什么时候开始，什么时候结束。我们当时是每天要定一个进度。43年的时候，2000年、2001年的选手住在选手室，要吃半个月不会落晒，表示吃饭量不足。然后每天有500辆巴士，要再那个选手要70个场馆，也不会破万。那市占率嘛，就60个场馆这样，再加上营运中心的嘛，他不然弄再加上去手术，比我们所有的工程嘛，全部90万多，全部通过国际大会批准的认证，给那个验收是3次验收，是澳门验收，要99万。所以你不要，你要知道，2019年1月奥运的时候，到开幕那天，那场馆还没通过，我们市占所有场馆全部90万多。没有最佳预算，全部通过国际大会认证。然后12000名、11000多名的选手都在选手室，每天要去带到70个场馆，都被破关了。然后在那里吃饭都没有吐出来，没有拉塞。所以那里要很认真。所以我跟你讲哦，是答应嘛，不要讲很成功。那个吃苦耐劳，你们有没有？你们都没看到人家后面的吃苦耐劳。所以有一句话跟大家讲。不要羡慕别人成功，你有没有那么认真？要问自己，你有没有那么认真？所以哦，现在你组织就是说，不管外面怎么嘲笑你，都是你认真认真的做事。到2018、2019、2020，坦白讲哦，开始我们是可以白日有做，很容易获胜。常常，你对哦理想的坚持有多少？你可以走很轻松的一条路，你也能走很掉的那条路。所以就这样，我常常问这样的人生的一个问题：我没有鼓励你去跟黄花谈，也是说跟那个谈的，但是你能不能稍微建立一下理想？所以人家说这种说理想跟现实之间，到底有什么取舍？我的答案是这样的：坚持理想，做最小限的一个东西。但是你不要一开始就妥协掉。所以我问你们啊，就是说
我在美国住过，坦白讲，我认识的美国人比较正面，比较极端化，也比较诚实，真的比较不幸。所以每次讲说多加的力量在攻击，他说，其实台湾的问题也不是换了总统一个总统官制攻击或者侵略。国家的力量在公民权利，在公民权利就是来自于人民的。所以那个需要很多的人，所以我们需要让更多的人愿意坚持他的理想，那去做什么？真的，在社会上，大家是公不义，你有没有举手？你没有，你也是 keep silent 的，至少能坚决。我跟你讲，在美国住过，我认识的美国人，变成美国比较。像我们在美国，那如果有人，比方说那个有很吵，他那个一关切就会很感触。可是我们小时候，我们说那个被教育说，就是莫管他的瓦上的窗，至少能进去。我看到不公平的事情在被实施，就在那里管。所以我们的说法就是还是差的。那为什么讲这个原因呢？其实像我哦。我还是会，我还是会坚持很多的想法。你知道为什么？其实你可以小声，我想大声一点。这个哦，这次去美国，其实计划是，因为我发现真的美国对我有兴趣。你要知道，美国历史上没有一次当过总统。日本哦，从明治维新到现在，没有一个首相可以议政，所以美国跟日本的他们的医生从政啊非常少。就算有医生从政的两方面就很奇怪，外科是吧？然后外科里面的急诊外科他们从来没来过，所以我对他们来讲是一种稀有的报酬，就是说医生从政的这种报酬。有的话也是那个，像那个戴建伦是那个，还有那个马阿迪是那个。他也是加一个马来西亚那个总理，所以他们有看过那个医生。那做外科就很少，那外科里面的急重症外科，他们几乎从来没看，从来没有。所以他们觉得说，你这个急重症外科就是管家务病房急诊，专家都有医生的，来重诊的。到底你有什么特色？我说第一点，非常务实。我讲说哦，你要站着太坐着太胖，太扛过来，放过来。你要用大呼吸机器人看，要用内视镜看，关你什么台？重要是开玩笑会播。你恐怕故意吹小说，说不要你要挑一个。所以我问你了，手术前诊断是小肠破掉，就从心脏开关键是大肠破掉。结果你是按照小肠破掉的方法开，还是大肠破掉的方法开？废话，这是问题吗？可是你没发现吗？他们说科德常常转弯。我说不是我转换，那情况改变了、啊。所以外科医生来讲，但是他大家就有在那中心思想，好吧？台湾的中心比人民的最大的就是中心思想。所以外科医生是一个特色的，他不是，他是解决问题。再来哦，我们是结果决定的。你恐怕你这块砖不了，你还教我这些东西。后来哦，先去。我那个 CPI 强心剂要打一支就一支，半支就半支。我不会说 CPI 强心剂打半支到一支，强心剂到底是打半支还是半支？我们试一下，我们政治要模糊。可是我们外科不行，但是我最喜欢的是这样哦，急重症外科，不管是急诊室或加护病房，那个特色差不多半支。像那个加护，像那个加护病房。每八小时关灯，关灯，每24小时关灯一个，那其实是每四个小时。你加班给我第二小时，那一段到底发生什么事情？你不讲，你都不知道。所以那个病人，你不知道这个病人看起来怪怪的，你讲就是到底发生什么事？你不讲，你都知道。所以你要知道，团队如果有先决条件这种，是互相牺牲，互相牺牲的先决条件是大家要正直。我都讲实话嘛，有什么缺点哦？团队都做的精神的时候，因为这一期外科医生很多没讲强调的时候，因为这种没讲强调的时候，你知道插管的病人，插管的病人，
因为他一旦插管，他弹就不出来，他一定错弹。那个错弹就是什么？比方说两个钟头叫测试，那种叫测试，对，测试。然后拍打，拍拍拍拍拍拍拍，然后管子伸进去，把弹抽出来，然后另外一边拍，再把管子伸进去，再把弹抽出来。所以那种哦，你不要有门槛，因为按照这说，所以正直程序它这种精神就是说，只要它是该走的，不然就没有门槛。所以有一句话讲的，当家务病房的门关上的时候，只有上帝知道在做什么。所以那个人，所以那个人现在知道，因为觉得很奇怪，为什么我们非常强调要彼此信任？因为要信任，才有办法。要政治，要政治程序，让他信任，信任让他团队合作，不是在政坛是完全选最好。所以没发现说，所以每次人在讲说，欸、你当市长跟当那个医生，当外科医生跟当市长，你最最大差别是什么？我说我以前当外科医生很少听到谎话的，当市长很少听到真话。你想想看，你是病人，你去看医生，你会说最便痛，跟医生说最便痛。医生是老师。我跟你讲，精神科都听到谎话，听不到谎话。我当外科医生三十年，从没有听过谎话，所以后来失去了最没谎话的能力。最没谎话的能力是当市长要慢慢学习。你去看病，你会说这边痛，跟医生说我这边痛，奇怪，我会知道吗？对不对？所以外科医生就不知道谎话，真的，精神科还是听到谎话，外科怎么听到谎话？所以外科医生几乎没有听过谎话，所以，难道这是这样？在急重症外科里面，非常强调要互相信任，不然没办法做事。再来我们动作很快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心脏停止运动，那就不要救，就会等。因为心脏停止运动，脑袋缺氧，超过五分钟，你救回来干什么？最后就是误人了。所以你要救就再救，不救就算了。你没有那个假动作，所以你会发现，我们脑讲话快，做不快，吃不快，睡不快。你要是动作慢的，拜托你不要当外科医生，太可怕了。外科医生你还慢的吗？那洗的时候一塌糊涂的，是吧？真的心脏停止运动，你干脆不要做。心脏停止运动，脑袋缺氧，超过五分钟就会等。再有，我们到下面你看不犹豫，你不要再因为好像病人一直进来，所以那种这种很特殊的训练，你像你急诊处理一个病人，处理不是很好，那你在懊恼，可是下一个病人跟进来，你要忘掉那个刚刚处理的病人。你在想说啊，刚刚那个我怎样怎样，你那个就做不了，没办法。所以向前看这个游戏，对这种急诊的训练，再往我们相信科学，管理医学还是专业 ，is science。哎，对，你最近哦，那个 is science 可以看，那很有趣。哈哈哈哈哈哈！给大家看就不看了，不容易。is science 那个哦，你。我慢慢来等等，会每次十分钟，你不要那个学习前两分钟看了，后面都不看。前两分钟看了，后面都不看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就医学还是科学，那是关键，最重要的是你。evidence 是变成这个，以证据为基础的医学，这个叫统计，叫数字。我跟你讲，没有统计就没有统计，这种名字在讲掉。我很讨厌那种鬼扯的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我们开刀，你知道吗？比较多主观医生的心。你如果开刀存活率是多少？化疗法治疗是多少？化疗是多少？它是有数据，有统计。你要是脑袋没有统计，你根本没法做决策。决策是建立在统计上。那你都不知道，你都不知道数字，你怎么做决策？所以我很讨厌人家鬼扯，是就是，不是就不是，用数据在推断。所以没有统计就没有统计，所以数字是一切的基础，所以要以证据为基础的医学。所以废话，我后来发现解释病情最难的是谁？
不是跟病人接触，也不是跟家属，是跟 team member。从外发现的，比方说那个病人哈，我打算要怎么治疗的，如果那个护理师哈对你的治疗方式处理，结果都不好。所以啊，要说服病人，说服家属，更重要的要说服你的 team member。所以沟通，我们每次讲说，如果在医学上需要沟通，那为什么政治上不沟通？所以每次在讲说，现在要求那个台北市重大工程的，都要开那什么公民参与什么公听会的，我连个好像事先的，连个就事先的协调来取代市政府的重组。你先让大家来再发表意见再说。所以这个对话是很重要的。没有对话，根本就没有办法做事情，干多生事的。这也是什么？人家最喜欢问我的题目，可是人家问我说：“哎，你要不要选总统？”我内心的答案就是：“哎，你想不想你明天会不会做梦死掉？”今天的世界做的太假，每天我就觉得奇怪，还要在那聊话聊。2017年就开始，我都还没选，才四三年就每天在。他不是问要不要选择另一半的事情，每天选择要不要选择一个总统，十一过来，他不是就搞成今天这个局面吗？所以我跟你讲啊，看斗生，我当过17年台大院官跟教育，我觉得啊，那个是对我是一个很重要的训练，为什么？因为每天都看着台进来台就去，你们一直没有机会啊，看斗生死，看斗，你要知道人事这种，看这种生离死别，看斗的。其实你会变得比较自然，这个，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训练。你觉得人家会讲说，基本上都会让你成功失败，好像那么不太一样。我就一个很重要的理由，因为我当过17年台大院官的教育方主任，我每个人台进来台出，我每次讲说，我在一个演讲讲过说，我当医生医院的故事。我在台大医学系有5年级的，第一次穿那个白袍。去那个急诊处当见习医生，你知道医生哦，最低的一层叫见习，就是可以看不可以动手，那个叫见习。实习医生的时候，你可以开始动手，再是住院医师，所以是当晚在当总医师，再当主治医师。我第一次穿上白袍去急诊处，我第一天很兴奋，就第一天上班就觉得人生很长。我讲的真实故事，这个真实故事，有一对夫妻啊，蜜月旅行回来啊，那个先生上班的第一天，我还记得，进来来就是现在那个喜来登，就那个里面装修的那个钉架倒塌，敲到头，就脑死。我那时候想一阵子，然后那个被送进台大医院，他就马上插好，后来电脑断了一看，后来哇，里面都出血了，那很快就突然砰砰砰的没救了。然后病人呢躺在推床上，推床上面，嘴巴插一根管子，借呼吸器。那新娘坐在那，好站着。我就跟那个新娘不晓得讲什么话。我上班的第一天就发现人生无常，也就是很惨的故事。蜜月旅行回来第一天，上班第一天，那个先生就脑死，然后脑死会马上死，估计就要躺着大吊吊死，再过2个礼拜。反正我那时候在想，我那时候小医生的时候，我想说天哪，这怎么跟那个新娘解释没有相关？所以我跟大家讲啊，真实的人生，其实我在这次去阳明医院跟他们讲，其实我没有办法跟他们讲这么悲惨的故事，因为每个医生刚毕业的时候，我都充满了理想，那一个刚毕业以后，他可以救很多人，放屁啊！医生，其实这是有问题的。我们医生没有医师哎，你以为你看看每个都有啊？医生啊，对，没有医师。我跟你讲，你以为你那个，你以为你的病人每个人都救得了吗？所以我跟你讲，我当学生的时候，我们的老师都跟我讲说，医生只救人为天职。可是到后面有一些从来没有救，遇到不能救的病人。我的老师从来没有教我这一堂课。有一天你遇到不能救我，病人怎么办？
那问题是我在上班的第一天就遇到各种救火。所以这个就看透生死的。当然我也不太赞成说年轻人交小年纪就变成事故，你知道吗？不过就讲啊，慢慢你要知道说这个世界上都是有悲观的。所以啊，这个一视同仁，还好我们当医生当久了。你看我这一次的移位，你知道吗？哎、欸，奇怪，男女两党都不太搭，比较和谐。但最最主要的理由是，上面有两台那个会是在直播，那些议员都不敢表达。我还有一个理由是，因为我们当市长、当市长，那些男女的议员已经超过了，他就在，反正不管你是国民党还是民进党，讲什么道理都帮忙做，所以他们慢慢的，久而久之，他们利益也降低。你想想，我还记得2014年我还选出来变市长，那这次变成那个连胜人不能说，你怎么看阿扁？我说我看阿扁跟看你一样，你们都说我对的。对，老谢，跟你讲，他到时候送到台大急诊处，你先问他说，对，他一定进多少公里？我还是国民党的，你不打阿扁。那被送进急诊，怎么就不知道到底民进党还是国民党？不会的，照看啊，对不对？所以我看阿扁跟看人设都一样，你们都是我的病人。所以邵小平来，我们是救，对不对？连胜文中下来也是救啊，阿扁来也是救啊，反正都是病人，被医生来讲，他都是病人啊。所以慢慢的哦，不好意思，这有问题不理嘛。我慢慢的是把那些议员都当做是。叔叔奶奶，对，外科医生叔叔奶奶。等一下会谈。我去当市长的时候，我们每天礼拜，我们礼拜一到礼拜五，每天都要上班，每天早七点半出上班。一开始大家跟我们说不要怕，他撑住久了。结果在四年多了，已经超过四年半了，每天都七点半出上班。我跟大家讲，叔叔奶奶很重要。是不是啊？你们都忘掉。我跟你讲，这个不小心全军覆没，这个都不小心打火全是的嘛。除了那个不小心抽到乐透，还有就是赚了一两个那个油。除了那个以外，我在想说还有什么是不小心打火全是。但是不小心全军覆没，还有所以吃苦耐劳是很重要，被大家忘掉。台北市是什么？成功的名字。对，今天最近不是顾客他们在拍一个早上七点半开会的故事，这就是我们开工成功的秘诀。我们每天早上七点半准时开会，凡事要追加预算，预算执行力低的，员工满意度低的，每天吵。这个哦，每天早上六点半起床，七点搭公车出发，七点半到台北市这边。一开始那些议员都说他作秀，他说啊，这个我跟你讲，做一天的工作叫作秀，他说我已经做好几天，我到现在每天做工作上班了，所以这种吃苦耐劳很重要。我每次讲这一句话，公子在上面，公子之悦然，为而自得，其顺也。如何为在公己正难免而已，恭恭敬敬的端正自己，坐在人家看到的位置。你知道吗？每天早上七点半主持开会有什么好处？大家晚上都没办法有空。我看你多厉害，晚上不得不到。你第二天早上七点半要坐在这里，怎么请假？一天就有两天、三天你没抽假。所以我跟你讲，你会发现到过去四年台北市没有请假，你会发现到2014年我要选举的时候。他说晚上后一天，美国四大巨蛋双叶山创双子星，新那个新生高岸花博岸富邦岸摩花园岸三重岸，我天哪，那么多岸，那后面是成一个岸都没了。他们好心创造了很想打大巨蛋，还特意开那个专栏会议，查到东西，
他们不是拿放大镜来看，他们拿电影显微镜来看，还是没有。我跟你讲，最厉害就是最照顾。公开透明的，没去找人查，怎么会这么困难？所以，所以哈，这种八卦跟大家讲，吃苦耐劳是重要的功课。在那个所谓十倍速的时代，被大家忘掉了。不过这样啊，这个什么东西呢？病例，这个是一个我们病例，每个是人啊，合成一个。每个是一四一六到一四三，我这个只有十五个人的病例，每十五个人一百人。难道一个人买了家？对。最重要就是我们每一地都有健康保障。我离开台大院之前，我一个人做的一切器材，每一地都有健康保障。所以你不要幻想，不要 你要想说奇怪。因为当时台大一个人是全世界最胖的，一千七百例，每一地都有健康保障，都有病例记录。那都讨论说为什么成功，为什么失败，我从来没怎么改进。所以我跟你讲啊，不要羡慕别人成功，你有没有那么认真？所以台大的叶论文，他当时是全世界最好的，我很认真。这一句话呢，不要羡慕别人成功，我忘了忘记他的代价。所以哦，跟大家讲一下我的代价。Abraham Hanworth， 1993年我去美国，我们是大学。我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外交部学到了这个东西。我们明尼苏达大学外交部他们那时候一个电影的礼拜六早上八点，全是外交部要去的。这个礼拜啊，开刀开始要开始电话的题目，他们说为什么开始要开电话呢？第一个电影叫莫帕的，莫帕的就死光了。莫比的礼拜，你中病患跟莫比的，你想想看。外科会开始会开出病患，又不是出教了，对不对？都要拿出来检查，为什么？你不解决问题，问题就解决。你如果不晓得他为什么会死掉的，你现在看到同样的结局，他还是死掉。所以我们外科非常强调健康。这是我在美国，当然在美国的时候，我们最重要的训练，每一个案例。成功的案例啊，学不到；失败的案例最重要。所以每搞砸一个案例啊，全部拿出来回头检讨回头是什么？为什么这帖子会开到死掉？到底出了什么事？为什么这帖子会败成这样？到底是哪个地方有破坏？但是我讲 Amy Conner 的先决条件是什么？大家要撑时间。我后来我回台湾的时候，我那时候回台大当研究员。回国前六年做主持人，他后来换了当主持人，我都没有去参加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如果要讨论的话，大家讲实话，你不讲实话怎么讨论？他后来很多大学的人，每次都挑那种观众两个帖子出来，后来我们再去参加。因为根本是最重要的训练。因为哦，那如果你们这些年轻人，我是建议这是个很重要的训练。每天晚上回家睡觉前的，坐在床上想想想，我今天做错了什么？如果从来没做过一下，不过在哪这有个笑话，在那里说喝的用一阵冲拒绝成功。我老想跟大家讲，我认为我最大的优点是我进化的速度。因为我在失败当中我一直修，我每天晚上回家都做个工作，睡觉前，我另外一个笑话就是，我说我最近那个修行越来越好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入定的速度越来越快，还没想到不过这样啊，这个常常我们其实我跟你讲，我跟蔡弟弟啊，有时候在聊天，你知道，常常都会讨论这个。有最近哪件事情搞砸的？我从来没做过。同学、朋友之间的、同事之间的，你们有没有这个习惯？就是其实最理想的是什么？出错的时候，有一段时间。如果你在上班，有没有说，哎，我把上个月，我们觉得我做错了，
大家都会跑回家，他说我从来没怎么做回家，这是很重要的训练，面抗力。我训练面抗力可以确保不管多久。再来是0.9，什么叫0.9？如果大声，技巧摆回大概。为什么叫0.9？50年前讲台大医院开始开心脏手术，前面不是14个人，你知道以前开心手术死亡率是80%，一开始就知道，现在已经降到说0.6，死亡率从80%的降到10%的一个降，你知道哪个药进步吗？我们讲不出来，为什么呀？当年的麻醉是现在的0.9，抗生素0.9，呼吸器0.9，手术0.9，体外循环0.9，每样都0.9。0.9乘0.9乘0.9，很快就进行一组。所以说，这一点偶尔相信丰田的概念。丰田呢，丰田，他们叫 TQA， Total Quality Management， 全面品质管理。所以，如果你当老板，你有办法让你的 team member 从总经理到那个扫地的欧巴桑，每个都在运作，从哪一点做，做的比较好。你这家公司就变得厉害，因为啊，0.9的恩赐上七七比例，到后来1.1的恩赐上七七比例，每天进步一点点，进步点累积下来，精神。所以重点不是一天做多少，重点是每天做多少，每天进步多少，所以一直进步，一直进步，越来越大，一直退，一直退，那家公司就垮掉了。所以啊，TQA 这个重要概念，面对问题是解决。在管理阶段，这个叫扩散效应。扩散是人名，就是人名。他故事是这样，他说有一条生产线出了什么，他让在组队去看，他在组队去看，在看一下，说出来没做的，那生产线的效果就提高了。所以后来发现，我们只要去看一下，你都没有动手，他自己会改善。万一七年没有人选，他自己会进步。所以后来发现，问题之所以没有办法去解决，是因为一直说他的失误。你只要说他是问题，他就解决一半了。所以面对问题啊，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。所以我把所有的小问题解决就没有大问题。你知道在台北市政府吗？我没有这种经验。我们一年有2次首长，我们那个市长、副市长、秘书长、副秘书长到局长，包括那首长到部长。很简单，就是分数只有五个，非常不喜欢，没意见，习惯非常习惯，对不对？那你要打其他的分数。我跟你讲，十个人有一个人说你是女子，你不要理他；十个有九个人说你是女子，我建议你去买副马鞍挂上去。现在十个有人说是挂上去，对不对？十个有九个人说是女子，肯定有。这句话什么意思？可不可以跟同事吵架？当然是可以，但是不可以跟所有的同事吵架。但是我最近去那个，今年3月去那个纽约的时候，纽约大学那个同学会呢，前同学讲，就同学问我说：“这个科比啊，我现在要毕业了哈，想要如果我们去找工作了，遇到那个很大的老板。”我们是要继续做呢，还是换个老板，换个地方再说？我那时候就问这句话回答来，我说：十个人有一个做就是女子，你可以不要管他；十个人九个做是女子，那你这边买一个马挂上去，可以就这句话什么意思？对不对？你能不能不喜欢老板？当然可以，但是你不能连续十个老板你都说你不喜欢，那就是你有问题。所以哦，能不能跟同事吵架？当然可以，只能一个。你不可以十个都有问题，那你就是你自己有问题。所以这个，那所有的小米都解决没有啊？我们在台北市政府的首长里面，难道我们有员工满意度？我们用那个电影保护你知道吗？你有朋友在市政府知道，我们在大月的时候会送给你面给他，那给那个长官打是不是？一样的道理，我后来发现，你要是那个员工满意度是倒数的，你知道吗？第一年才有道理，连续2年就完蛋了。你今年都做不好，明年还是做不好，奇怪了。那
我跟你讲，考第一名不一定是最好，但是考最后一名一定有。虽然我们有员工管理，还有一个知识，还有他这个动漫概念，一波点，这是我们特殊的东西。好，我们现在我的那个市长是木良，我们选了七个人，一人都得过。他做什么事呢？因为我们在网上过新闻，你知道吗？反正跟台北市政府有关的新闻，大概一天的新闻。反正哦，凡是在，凡是记者开，反正议员开记者会骂我们的，或是那个新闻家很坏的，我们要看看，那个道理是有没有道理？黄世坚看了，讲讲就不要听。黄世坚讲就不要听。拿破仑娃娃。但是这样的。议员骂我，你要想想，就是这些我们有没有上台？谢谢。所以，我跟你讲，其他的人是这个，他们是处理新闻，我们是处理。以前那个，我在媒体啊，有时候问那个媒体，我说新闻更要买不买？他说如果卖消息就不要买。好像一个，但是我们现在你骂我，议员骂我，你知道吗？媒体骂我，我都会检讨说，这真的是不对。但是我们要做去破解，就是把这个问题解决。他骂我什么东西，我们要解决之后，我们把哪些资料来解决。那每个礼拜再开始去破解，确认的，因为我们有七个人进入这一边嘛，然后把他问题，我们这种需要解决的问题，那每个礼拜开始去破解会议，确认说这些是不是真的是我们要来解决的东西，是，那个话题就开始来解决。我跟你讲，跟尼采讲了一句话：“玩杀不死我，比死我更强大。”所以每天被人家骂，你要想，我们真的做什么事，代表是现在不断的改变。